老婆，我要喝水。子公司新来的主管，才第一天就定一大堆规矩，超北蓝。同事整天出包，害我一直被主管骂，才北蓝吧。我们老师第一天跟圆圆做一大堆功课，要我们写。我们老师才北蓝呢。老公，我们等一下出去吃好不好？随便。那你想吃什么？随便。那你想吃牛排还是火锅？随便，你决定就好了。大头，我们等一下吃牛排好不好？随便你决定就好了。说什么？思维随表演变。大头，你玩太久了，要休息了。陈学义，捡起来，坏。